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凭漫威超级英雄卖座片《银河护卫队》而走红的美国著名导演 James Gunn 出名系影迷。之前他于社交网贴张艺谋武侠新作《影》的剧照，并留言大赞武侠在张艺谋的影充满活力，今年我最喜爱的电影。影已于今年五月于北美上映。 James 一向是华语片的忠实拥堵，几年前他就曾在社交网络上传一张堆满收藏多年港产录影带的照片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